好，我哋而家嚟到二楼啦吓，大家睇到啦，呢度都系啲 LV 名，唔系圣 Laurent 名店啦吓，咁啦 ，Max Mara 啦 ，Celine 啦，嘢啦 ，Louis 呢间嘢应该系新嘢嚟噶啦吓，嗱重点唔喺度嘅，重点咧二楼有啲乜嘢咧，就系噔 Lady M 啦。呢、这個咁嘅蛋糕店啊，因為我知道有呢間蛋糕店嘅，不過好少食呢類蛋糕嚇。啊，我通常係食係美心西餅嘅啫嚇，我比較即係近就去近我屋企嗰啲蛋糕食蛋糕店食嘅嚇。我比較普遍啲啦，出身基層啲啦，咁所以都係食美心嘅啫，通常都係。見到好多鋪頭呢度都係裝修緊啦嚇。剛才的地下是二楼，这个是三楼的，其实是。其实 Ground Floor 当二楼，这个三楼的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大致上拍这么多先。那我现在上去四楼走一下，好，拜拜。